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周六，天气特别好，然后还有阳光。上周没有 vlog， 不过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墨尔本动物园 Milly， 然后到了给大家录吧。看一下 Milly， 他戴着小墨镜，超级喜欢他这个墨镜。啊 ，Milly， 你好酷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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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因为我们买了年票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在这里排队，直接刷年票就可以了。Hello， 米条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进来了，真的有妈妈是不一样，你扫一个 QR code， 马上就进来，不用排队。然后，好吧，这里就是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动物，然后从这边走进去。Thank you. 好，我们进来啦。这边那个小猴子就是散养的，所以有那个大铁门，然后有两道铁门，就怕它跑出来。看这个长尾猴，谢谢。这有一个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。这里有一只很清楚，就是长尾吧，这边还有一只，他们在这看。他在吃果子吧。阿米莉似乎对这个猴子不是很感兴趣，然后我们接着往前走。然后这个全都是网，看这边都是网，就是怕这个猴子跑出去。这边又有一道大门，好，我们把它开一下。这个灯它是红的绿的，一会儿它变成绿的时候我们再开门。我们现在去看大象，这边应该是大象馆。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好像什么都没有哎，这个小宝宝这么兴奋，我以为里面有什么好看的动物呢。这里有什么？
貌似也什么都没有。Nothing here。继续前行。阿米莉，阿米莉，嘿嘿嘿嘿，高兴吧？Happy？ Yes？ Happy？不理我。Tiger。Tiger。啊，这边是老虎区啊。看一下有没有老虎。No？ No tiger？ Could be on the other side。OK， 没有老虎，但是我可以闻到老虎的味道。啊，老虎在这里，老虎。亚当尼，看到了吗？老虎在这边。这周是墨尔本的 long weekend， 所以休三天。Elephant。这里面是大象馆，这个房子还挺新颖的感觉。大象，大象在哪里？没有大象。Really？ 这边有个陈列柜，里面都是大象。Butterfly， 这个蝴蝶馆特别有意思。然后其实跟北京动物园的蝴蝶馆差不多，里面就是蝴蝶在你身上飞啊飞啊。不能摸。好热啊这里面。啊，好多 butterfly。好多蝴蝶哦。像这边的蝴蝶就更多了。好多，全是蝴蝶。Emily 看得很入神，好开心。Emily， 看的都入神了，不理我了。啊，这边有只好大的蝴蝶，是那个黑色的。啊，在我包上有一个。阿美丽刚才不高兴了，因为那个蝴蝶落在她包上了，她超喜欢这个包，现在要回去。
蝴蝶馆出来的一个小小的可以吃东西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还不太饿，所以一会儿再吃吧。这边是什么？ Elephant， 大象。又回来了，大象这边。为什么要看到大象？只闻到了大象的粑粑的味道。No， 哦，大象馆关了，没有大象。那这边的地，估计他们弄这个水泥的时候没干，然后就大鸟过来，踩的都是脚印。然后我们看看这边，哦，大象在这里，大象在这里，哇，好几只呢，还有小象。好开心啊，艾米丽，大象。We can see them better on the other side. Yeah， 我们去另一边看，能看得清楚一点，离近一点看，这边。有四只大象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只，在这里。嗯，艾米丽。艾米丽，艾米丽，艾米丽，哈哈哈哈哈哈 ！It's so cute， 耶、yeah ！给妈妈小手。这边应该马上到猩猩馆了，这边有一个，铜铸的一个座位，然后可以坐在上面照相。来墨尔本，旅游的宝宝们可以坐在上面照个相，留个影。那么你要摸一下这个，摸一摸。好的，那边，啊，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，或者他很冷。好可爱。刚才没看到，上面还有一只在睡觉，睡得好香哦，这只猩猩。嗯，长颈鹿在这边，然后这边还有一只，这里是斑马。Can I hold that for you? 这边来看考拉。哎呀，考拉在那边黑黑的一坨，我们离近点看一下。拜拜拜。在这里。我家的美丽的兔来了，爸爸。这里，考拉睡得好沉呀、啊。考拉只有一只，往前走。这里面有很多奇珍异鸟，好多鸟。好大一只猴子！Oh my! Yeah. If you don't talk, the big apple. Yeah. Have a little chat. Oh, mom, take one. That's that. Take the big one.
It was just like a stampede of baboons. I know, that was so cool. Amelia. Amelia, regarde maman. Amelia. 戴上小眼镜，妈妈看看。耶耶！哇，这边有一只，是不是国内叫四不像的东西？它长得好丑呀！这个是地图，我们刚才走了粉色的这一圈，还有很多都没看到。还买了炸鸡和薯条，大米买了一个 burrito。我们现在在草坪上面野餐一下。艾米丽特别喜欢吃薯条。米卡。Hello， 野餐一下。猫咪的涂鸦，这应该是新的，从来没见过。Happy cats。啊。耶。加油！加油！这边好多这干柴一样的东西。我们刚才来了一个朋友，然后我们坐在草坪上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会儿，然后现在他们去前面有一个咖啡吃饭，我们打算也去休息一下，因为艾米丽同学睡着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大人在这看也看了也没什么意义。我们现在来前面这个咖啡，然后我这个朋友因为他买了年票，动物园里的吃的都特别难吃嘛，但是他说这个咖啡里面的吃的然后特别好，就像一个正常的咖啡一样，所以大家来动物园可以来这边吃饭。就是这一个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因为阿米丽刚才睡着了，然后我们去那个咖啡跟我的朋友吃了饭聊了天，然后他们还送给艾米丽了一个小兔子和一本书，然后今天很开心，然后现在已经下午了，感觉动物园也很热了，我们就回家休息一下。然后艾米丽现在已经醒啦，她在吃我刚才吃剩的 ice cream cone， 她特别喜欢吃下边的那个比较 crunchy 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我就留下来给她吃。好吧，那今天的 Melbourne Zoo 视频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